我不是在教训你，我是在帮你。帮我？你要是帮我的话，就应该在候补面前消失。大小姐，这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了的，就算是没有我周静，如果没有你，候补一定会和我在一起的。我真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人？你先是磕死了自己的爹娘，现在又来磕我们家，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磕死呀？幸亏你爹娘死得早，要不然早就被你丢人丢死了。你别再说了。我说说怎么了？我这么说有错吗？他们就算不死，也会在婚礼上你跟别的男人私奔的时候被气死。你别再说了。早死真是他们的福气。够了，龙连生。你叫我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你再叫我一遍。周佳欣，我有错，你可以骂我。你为什么那么说我爹娘？为什么要那么说他们？我这么说怎么了？我这么说还算轻的呢？怕别人说就别干丢脸的事儿。敢叫我名字了是吧？你以为你谁呀？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和你闹了。大奶奶跟二爷已经放我走了，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哼，你少跟我装出一副圣人的样子，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，以为自己特别清高，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。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坏人，就你个好人呀？不是，我不是什么圣人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也不是像你这样的大家闺秀。但是我懂得一个道理，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周元心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干什么。你别以为你出了我们龙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告诉你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我会在远处，我看着你，我跟着你。你有意思吗？你拉着别人跟你一起玩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当然有意思了。我看着你吃苦，看着你受罪，我当然觉得有意思了。简直就是一个疯子。对，我是疯了，那也是被你逼疯的。周静心，我告诉你，我龙连生就算拼上我这条命，就算拼掉我们龙家所有的财产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无论你走到哪儿，我都会跟着你。这世界上就我一个女人。如果是别的女人喜欢后补呢？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都不能跟我抢，后补只能跟我在一起。如果有谁敢来跟我抢后补，那他只有去死。关后补要不然老死一生，要不然就只能跟我龙连生在一起。后补帮我赎了身，我本来想，像我这样八字印破了身还被烙了印的女人，是没有资格再跟后补在一起。就算是他再爱我，我也不会嫁给他。但是听了你刚才那番话以后，我改主意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如果得不到关后补，谁也别想得到他。那么龙连生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决定跟后补在一起。我要保护他，
我不准你伤害他，也不准你伤害别人。我要跟侯婆在一起，保护他，远离你这个疯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没听明白吗？我要跟侯婆在一起。你们龙家人对他伤害太大了，他恨你们每一个人，他不可能娶你，不可能娶你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不可能娶你，不可能娶你。我打死你！我让你跟后宫，我让你跟后宫在一起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！连胜，住手！连胜，住手！连胜，快把他们拉开！他看什么？快放开！住手！连胜，干什么呀你？怎么回事啊，大娘？我这一生都毁在这个女人身上了，你们现在居然要放她走了，你们还管不管我死活了？娘，二叔已经答应把她放走了，她已经……你给我闭嘴，没你的事，闪一边去。至少也应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啊。有什么好听的？是啊，她现在得意了，要走了，嚣张了，连小姐都敢打。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大娘，她刚才还说就算是出了我们龙家，她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没有，我没说过。连胜，你别胡说，我都听着呢。哥，你还是不是我哥了？够了，都给我住嘴。二爷，闹成这样就不怕别人笑话？传出去龙家的脸往哪搁？还嫌别人的闲话不够多，不够难听？二爷，这件事其实不怪连生的。你不要偏袒连生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静心，我龙家同你签的本是死约，现在让你离开龙家已经对你不薄了。嗯，我知道。你走出龙家门以后，以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去吧。谢谢。大少爷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照顾我。听说你要过生日了，我就绣了双鞋垫送给你，谢谢你。奶奶，静心，后不在吗？他跟他爹上山采药去了。哦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静心，
进屋坐会儿，奶奶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哎呀，来，快坐。锦心啊，听说你从龙家出来了。嗯，多亏了后普帮忙。啊，今后有什么打算呀？奶奶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如果爱后普，就不要拖累他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一心想要后普忘了我。我希望他能找一个好姑娘，陪他共度一生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但是自从我去了龙家以后，后普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他受了多少委屈，他受了多少苦。如果我还那么做的话，我岂不是辜负了他？后普一再的躲避龙家，可龙家反而变本加厉的害他，甚至还想要他的命。只要后普娶了连生就好了，后普不能跟连生在一起，这样会毁了他一生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后普本来就不喜欢连生，这从头到尾都是那个龙大小姐一厢情愿。我今天从龙家出来，我才知道，我进龙家这一切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跟我说，如果他得不到后普，谁也别想得到后普。奶奶，这根本就不是爱情，这是一种霸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后普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，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？那后普也不能娶你。你别着急，你听我慢慢说。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我也知道我的出身不好，可我跟后普从小一块长大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都希望对方能过得幸福。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们都离不开对方。我有一个请求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您孙子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你跟我说的这些话，别人知道吗？后普他知道吗？他还不知道。我从龙家出来，直接就来这儿了。奶奶，我求求你，你考虑考虑好吗？你就这么决定了？决定了。奶奶，我求求你，给我们这次机会吧。我一定会好好待后普的。我给你这个机会，啊！哎，真的？嗯。奶奶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是个开明的奶奶，谢谢你。哎，哎，水开了，我给你沏茶去啊。我来吧。哎呀。你歇会儿啊。静心姑娘。关大夫。啊，好好好，啊，坐。现在的药啊，不好采啊。累着你了啊。
娘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往沙里放马钱子？您明明知道马钱子是可以毒死人的，你为什么要毒死静心？娘，就算是您觉得静心姑娘她有千错万错，可是人命关天，咱们官家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这不是给她喝的，是要给我自己喝的。我喝了马钱子，死了才能得个清净啊。奶奶，周静心，不管你多么可怜，那不是我们官家害的。不管你多么懂事，我们官家没有这份福气。只要我活着，我们官家永远不可能接受你。我们后仆对你不薄啊，你不能再缠着他。奶奶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会弥补后补。奶奶，我就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只要我活着，你永远也不可能进我们官家的门。你的命太硬了，我们官家不能毁在你的手里。自从你俩在一起，后补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。是你，都是你纠缠他，害得他连自己的父亲都不顾，一门心思想娶你。娘，你听我说，娘，是他逼着我喝毒药，逼着我寻死，是他害得后仆永无宁日，害得我们官家永无宁日。你被人验了身，退了婚，捞了印，你把一身的晦气和羞辱都带进了我们官家，带给了后仆。奶奶，我发誓，我会用一辈子来弥补后仆。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像你这种女人，一辈子都洗不掉你身上的晦气。我们哪点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呀？你，奶奶，就一次，我求你了，就一次。除非我死，你永远不要再进我们的家门。你赶快走。静心，静心，静心，好像是后仆。静心，你回来了吗？叶虎，你跟他说让他走。我不说，要说你去说，我看你有没有这么狠心。后仆，你在？静心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我还不敢相信。看来龙二爷还是守信用的。你瞎高兴什么呀？他没有被龙家逼死，差点被你们家害死。叶红，这怎么了？什么我们家啊？没事，你先回去。
静心，你别过来，以后我们别再来往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危险？你是怎么了？我刚回家的时候，奶奶和爹都怪怪的，连你也怪怪的。你走吧，天快晚了，我们俩这样不太好。锦心，好，那我明天再来。我明天没空。我后天来。我后天没空，我天天都没空。我跟后埔，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。我感激你把我从龙家赎出来，钱我一定会还上。我求你别再来找我了，你别再跟我添麻烦了，我求求你，行吗？走吧。锦心，锦心，锦心，你怎么了？锦心，锦心，锦心，你怎么了？锦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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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此刻伤悲时间。就吃这个。你在龙家待着的时候，那龙家少爷不是对你挺好的吗？把你扫地出门了，也不给你几个钱。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，还生气了？这儿也没外人，你说你天天装一副菩萨样，你给谁看呀你啊？有事说事，没事给我滚。表妹，哎呀，你就会跟我这儿装一副贞洁样，谁不知道你干下的事儿？你一个大姑娘，你跟两个男人扯不清啊！你行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，跟着表哥我干准没错，我人脉广，也不用你抛头露面，一天。只接一个客，这一日的吃穿用度你就不用愁了，我也不多要啊。你给我滚，你给我滚。浩婆，演得怎么样了？来，歇会儿吧。啊，来，喝口水。谢谢。静心，他现在不想见你，可能是暂时的，你就让他考虑几天，也许过几天他就想通了。啊？你不知道，他对我有多冷淡，我真想不通。缘分这个东西，你也强求不来。你再给他一点时间，啊！你放开我！龙家算什么呀？啊，
你在他们家干活白白被糟蹋，跟着表哥我啊，就你这副小模样，对付男人天生就有一套。你敬酒不吃吃吃罚酒啊你！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你表哥的厉害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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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静心，静心，睡着了。静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！哎，静心，静心，别怕，不用怕，没事了。没事了，来人！来人！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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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压车！压大压车！哎，你里面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。傅爷，你脸怎么了？回家，是不是偷腥让人家的汉子给抓了？别笑啊！昨天我遇见一女的，这娘们还挺厉害的，结果让我啪啪两巴掌，她还不得服服帖帖的？吹吧你就！干什么你？哎，教我们两招吧，傅爷。你这话说对了，我还真得教你们两招。就这娘们儿啊，她那个骨子里头啊都有点兴头，她巴不得你早点动手呢。来吧，龙帅，我昨天开个玩笑，再说了，这周静心已经从你们家出来了，她不是你们家人了。哎，小三。冷静，冷静！我打见他第一眼就想揍他。别！龙少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那个静心是你的，永远是你的。小三，我教你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应该没忘。嗯，那给他试试吧。好啊。龙少爷饶命啊！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有眼无珠。哎呀，小三，吵死人了，继续。这是心，这是肝，这是脾，这是腰子。好了，龙少爷，知道被人强迫是什么滋味了吧？
我也让你试试，当待宰羔羊是什么感觉。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你会欺负别人，我告诉你，这针灸疗法专门治畜生，从今以后不单是静心，包括所有女人，如果你欺负一个，我就再治你一次，直到把你治好为止，听到了吗？算了，我看还是一次就彻底把你治好了，免得复发。小三，好嘞，走！再扎一下，再扎一下，我让你叫，这儿也戳一针，走。这没完！哎，让别人先出问问吧。我们家不缺人手，我们这不缺人啊。走吧。你是盼着咱们关门大吉呀？啊，走走走走，你这个扫把星。你去对面一笑楼问问啊。出去，走走走。走吧走吧，这里不要绣过，就算要也不能要。求求你了，四婶，我可以把东西拿回家做，你不要告诉东家是我做的，这样行吗？我只拿一万的工钱，行不行？哎呦，走吧走吧，不是四婶心狠，我也是靠人家吃饭，不敢用你。东家要是知道给儿子娶亲用的绣活是经过你手的，哎呦，你别给我找事了。听四婶一句话，你远走他乡，找个老实的远乡男人嫁了算了。四婶，四婶，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？你还想当娘娘不成？你早就没人要了。难道老天爷真的不给我一条活路吗？静心，静心，四婶儿，四婶儿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有人愿意请我了？还是你偷偷把活给我干啊？静心啊，该找你有福气，有一个外乡来的老爷要几件绣活，说是做礼物送人的。人家是外乡来的，可不忌讳这个，你看定钱都收了。真的，四婶，谢谢你了。四婶，这个老板是谁啊？他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得亲自去谢谢他。还有他喜欢什么颜色，什么样的款式，四婶你得告诉我呀。四婶，你得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人托你送的？是不是后婆？你看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不是后婆，那是不是武生少爷？你快告诉我呀，四婶。我好心帮你，你看，你倒怀疑起我来了。哎，你以为我是白帮你的？你得拿出两成来谢我。你做不做？不做拉倒。哎，我坐，我坐，我坐，谢谢你了，四婶儿。好好坐啊。哎，做活呢，有人定的吧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别再来了。
吃点东西吧。我吃过饭了，把饭拿回去吧。景欣，你别这样对我好吗？是不是我奶奶？别提了。经过这些天折腾，我什么都不想。我现在只想安安稳稳的生活，好好干活，好好活着。别的什么事情，我都没心思了。景欣，我担心了你一整夜，我怕你一个人住会遇上坏人，我又不敢过来找你，就怕你赶我走。景欣，我不跟你提从前，我就只是过来看看你好不好，这样行吗？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虽然不是寡妇，也是被人退了婚的，这样不好。我不怕。可是我怕。侯普，我上次跟你说过的，我们俩的缘分已经尽了，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你把我从农家赎出来，我会一辈子感激你。我会赚钱，等赚够了钱，就让燕红把钱还给你。你就赶紧给人还上吧，锦欣。后不，以后我们别再来往。我不想跟任何男人扯上关系，包括你。把你的饭带走。锦欣，哎，四婶儿，活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给你包上就好了。哎，给，来拿着。谢谢啊，四婶儿。哎，怎么会那么多钱呢？哎，四婶儿。谢谢龙大少爷，谢谢龙大少爷啊！四婶儿，你还说没骗我，说什么外乡的老爷，这明明就是龙大少爷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有人帮你，高兴都还来不及呢。你把钱还给他，我凭的是双手挣钱，我又不是叫花子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说硬气话了，要不是龙大少爷。你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光嘴上硬邦邦的有什么用啊？这钱要还你自己去还，我可没有这个脸。哎，哎，静心，你回来干嘛？我找大少爷。大少爷不在。